这两张符啊，伫个紫铜后方来列阵，这是阴阳合合术的咒法。这个人啊，就是挑故意要破坏紫铜，甲将军的感情啊，是有想到这个人啦、啊。王文金，伊怀疑将军无死，但是我将军唔中有危险。天勇突然间回来，甲伊带走，一定有啥目的。老伯爷在看那个图呢，哦，可能真是。好没有机关呢。想创一个私人的金库在这儿。嘿哦，我的希望拢寄托在你的身上啊！你别看我现在是个差，啊，若无你叫我时间创我落去。你想想这样啦。我把人家做医生啊，你来生是个差。爸，阿雪，你叫，跟着。阿叔公，咱无多想嘛，就一个，那恁过去先拿一条椅啊，请一坐。我怎么相信你忍受会掉？主管，好啊啦，后生个重要，紧行啦！小落来，就请恁替我紧路啊！将军一定伫咧内底。我前几天看到王九弟、江叔庆两人伫台，那想想无可能。错啊！这江道生啊，还有两条魂啊，伫咧身上，我搁伫怀疑，这两条魂啊，根本都无。